然后看一下这题哦，他说 L1 过这两个点，对吧 ？L2 A 轴斜距是1 ，Y 轴斜距是4。好吧，麻烦你哦。L1、L2 的斜率分别是 N1 和 N2， 问你下列何者正确？麻烦你先把 L1 斜率算出来，行不行？两个点求斜率，把 A 相截分之 Y 相截，所以说斜率算出来就是几？负2，行不行？这第一个，第二个再去算什么 L2， 再把 L2 的斜率算出来。但是听好哦，这是 L1 直接给两个点。所以说两个点可以直接求斜率，但 L2A 麻烦你哈，我们先用截距是把 L2 算出来，这样行不行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哈。A 轴截距是1，对吧哈？可见 L2 可以写成1分之 S。像 Y 轴截距是4，可以写4分之 Y 等于1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把去分母同乘几？ 4， 老师可以得到 4S 加 Y 等于几？是，拜拜。所以说老师可以知道一件事情，这时候斜率是几？负的 b 分之 a， 负的1分之4是几？负4。所以说你看一下，算出这两个斜率之后，你看一下选项，对吧？哈，这两个都什么号？负号。而且 n1 比较大 ，n2 是比较小，对不对？所以说答案选几？选出，对吧？哈 ，n2 小于 n1， 小于几？0，是就好了。可不可以？可以哈，把这边看一下。